强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火头在手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，我们这边有个剑圣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全军出击！去狗把苏苏布达霸占。德莱文一级，solo 里面德莱文都是最强的 AD 了，可以说是真的。如果跟单打 1v1 的话，就是从一级开始上三线，德莱文一级没有霸的，是要对线的线路的组合可能会让德莱文跑的。直接闪现一波，一打就杀了。快点，一下就被你杀干了，没技能了。这个 EZ 可能有点多。哦，我还有个海克斯。那我走了呀，兄弟。哎，待会儿出来报仇。EZ 也没闪。游戏结束。都觉得我手疼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感觉这个，如果我们这把如果说劣势，这个天使绝对要忍不住的。这个天使可能就麻了。多谢你们不塔下想压一下，两个兵三级，一个兵。哎，这个人这么稳啊，我都这么怂了，他妈他还直接就溜了呀。他没意了，那个杰拉没意了，杰拉没意了。我一个意直接趴俩。好走位啊，少侠。我来看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他没 W 的，没 W 的。哎呦，他有闪了。我直接他妈当场去世。我等点钱吃完吗？一两刀，真的，我把那个药卖了，不要了。是，麻了。
把龙碰了吧，这龙还挺香的，对吧？对面一个这个东西，你一个西南刀。这个龙好打人，妈的有没有这么痛啊？没血的吗？我他妈被龙打五百多，哎，退退退退，我这个状态有点，我只能看你走。啊，小脆，我操，我也有点小脆。感觉还是不行，还是得抽个药，不然我带这个天赋没用。嗯，要稍微的买点药。妈的，这个龙打我，他妈把我神给我打裂了。走呗，开杀开杀，我来了，把这个杰拉先给他改了吧，这杰拉打我好痛啊。没事，想约塔。他为什么想约我的塔呀？两个人头有点铁，我在厕所蹲着嘞，我去厕所蹲着嘞。我先回了，我先直接开始杀出吧。还有眼，假装一起闭了吧。我去厕所。不会知道吧？嗯，大概率。这天使玩的有点东西啊，能把路手压在打上，是强啊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 Happy New Year。哎，没意吗？有意。哎，就跟你交上，混蛋！卖得好啊，专业的。杰拉有踏烧，这个杰拉打我好痛呀！这杰拉，我被他小花种子慢慢的啃，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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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给我抓死了，挣扎。好像带这个是脆的，打杰拉的。哦，可以，我还不知道你搭的谁。
大的那个赵县县爷。我找地方偷偷摸摸干点事情去。有想法没有？有想法没有？嘿嘿，没了呀，一杯。这个剑圣是不是上把对面的男枪啊？没注意，让我去绕，我去绕这个一追一看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！哎，坏了，被包围了。哎呦，这个劫来的快啊！妈的，一眨眼就蹦到我脸上来了。劫了没死，妈跑到什么坏了？这个劫不知道从哪里过来的，我从这里绕了一圈没看见他。好像砍不过呀，你砍得过吗？哦，牛逼！我的，竟然怀疑我圣哥了。玻璃花的剑是雷帝花的剑。还得是好像没有快乐的。哦，我 Q 都没中完。有点热啊，这边。感觉还是海克斯好玩一点，正常的闪现都不好玩。嗯。这个没啊，哎，A 信也来了，那先把他杀了吧。好像信爷过来了，怎么说？他好像有大的。嗯，他百分百有大的。哎，杰也来了，你妈的！你一走，他们肯定是冲着我来的。感觉好像，有点难受。我这个 Q 空的有点难受。Q 一个赵信这一个 Q 没中。这个信爷这个长枪一战，菊花都被他掀翻了。把我多年的痔疮给我治好。完了，我们天使又打不过了，对面好起来了。哎，我还有反杀呢。这想跑有点难跑。哎，杰拉这个兵英雄真烦。嗯，杰拉这个英雄挺好打随时的。这个减速减的有点烦，感觉还不如做三速写的。受不了他了，先把他杀了。杰克的来了，这时候我也虚了，来他妈打死，他妈撕裂。那天是怪他的，这个，你爹也学你。
天使上马真的多少现在有点，因为他上马真的太废了。这两个好操作吗？嗯，可以的，随便秒一下。啊，我好像攻速有点问题。好多血就没了吗？哎，队友，他妈的，不能又是一把呀！杰去哪里了？好久没看见这个杰了，杰在下面。是赵信还是赵信啊？要被真的也要被这个花喷死。我，你有 W 吗？有 W， 我就给杀了。好，我算了，我这个闪现不交了，我知道他也给我杀。闪现留着下波打团吧，落手没闪。减伤600多吗？才赵信，咱们这把有个只有一个克我的，就是这个赵信。杰的话还行。嗯，这个干嘛？哎，哎，没打。哎，哎，我没秒盾，我操！有点打麻了。杰已经死了。有 W 吗？有 W 不进了。那我走。牛逼。杰他妈的两刀就没了，他刚才打了谁啊？打了你？打了我。我就说刚才打了谁？打得好不？耶！疼得好，跟他屁股后面勾一勾就赢了，真爽！我估计有很多妹妹现在羡慕我这个位置了。结了婚哪有妹妹啊？妹妹都没了。羡慕我这个位置，又不是羡慕你那个位置。那随便丢两个技能就能赢。难，下路还是要看一个整体配合。哎，这是哪个币啊？我操！哎，怎么勾上来了？妈的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这杰想杀我，没搞错吧？我他妈的 A 他一下，还没 A 到，还没 A 到一下，直接人不见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意思为什么会往这边跑呢？关键离谱的是什么？这个杰我 A 都没 A 到一下，你知道吗？
我看到了，我害怕你卡视野，我都全部往里面站了，然后往里面一看也没人。这个爷怎么说？不说方便。这姐这么胖也是有道理的。